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那现在是晨级时间，只剩下大概19个小时了。那不知道说大家打的状况是如何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工会哦，我们看一下齁，我们的工会在这个这边哦，就是速度来讲呢，排行榜都好像都没有上齁。那目前呢，我们的累积伤害是第九名齁，但是呢应该现在是晨级时间，所以说呢晨级时间才刚开始，应该还是有很多工会还没开始打哦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上了工爵之后呢，锁选哈，锁到最后面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第九名哦，这个天武招生哈，顺便宣传一下啊，我们的那个指挥官哈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那我没有特别录，就是因为说这些都是指挥官辛苦列的这个攻略嘛，那我们就是照着攻略这样走哦。那我目前呢是打了，哇，这是多少啊？787B 吧，对不对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哦，对，787B 哈，但是还没打完了哈，还有一些东西要打。那当然这个八级任务啊，这个是一定要解的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任务成打完放弃，这个看一下哦，这个指挥官长的是这一个，应该是相对好打，然后又是这一个耀光的，你可以上一支射恩就可以打了。好，这个打完大家都放弃， OK， 那这样大家都已经升亲王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一个体力给打空哦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入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我们就开始慢慢打吧。好，首先我要上什么末日队，然后要上的是狐狸哦，对哦，超级辛苦哦，我还要找那个攻略哦。那这次那个雷姆的伤害是蛮强的，末日队哦，末日队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是雷姆哦，然后还有这个女骑士哦，这样子，那再来是末日禁卫，还有双子哦，还可以再打个两次，好这样子，然后他上的是我们的狐狸 ，OK。好，看看伤害是如何哦。嘿，好 ，Go。8B 哈，8B 啊，8B 应该是可以吧？这样就应该是剩下一些单打的角色吧？看一下啊，贞德，然后巴登，还有一个金色的阿塔利亚，金色阿塔利亚不知道伤害行不行哦。好，再来的话呢是光法跟年兽哦，光法。然后年兽啊，我年兽打完嘞，那怎么办呢？剩下鹅哦，鹅的话是配瑟恩哦，可是我的瑟恩，在之前那个队伍也已经用完了，我看一下哦，瑟恩哈、哦，好，鹅配瑟恩这样子，五亿哈、哦，好啦，这样就没了哦，瑟恩打完了，然后那没有年兽，那我就上鹅吧，哦，还是猫头鹰好了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会三亿，好，三亿就三亿啦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换梭利斯队哦。梭利斯队的话呢，就是长这个样子哦，船长，好，还有索罗斯，然后还有贞德，好，这个可以多试一下。然后用的是猫头鹰 ，OK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看伤害是如何。六亿，好，六亿，我们可以回溯个几次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至少比这一次高吧。这是6.4B 哈。好，我们回溯一次哦，我还有几次机会，因为一次48嘛，所以说我至少可以回溯个三次没问题哦。6.4B， 好像差不多呢，哦，可以来多一点吗？现在是70点，还够，因为我也不够体力打第二次了。哇，更烂，不行。好，这个应该是你用试炼去试啦，好，但是没关系哦，我想说就是比第一次好就好。六，哦，不行，哦，这个掉到五亿了，这更糟糕，哇，该不会越回溯越糟吧？我只剩62点体力了，没有多少次数了，六点二亿，哇，糟糕，58，我只剩两次机会了，越回溯越烂，真的，越回溯越烂，哦，你可能可以去试一下那个阵容，然后呢，看看说到底这一个伤害是如何。哇，超高，少了一点多 B 哦，哇，哭哭了，好，那就糗了齁，好，所以说大概是这个样子齁，没有事先做好准备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齁，再来是阿塔利亚加法雕齁，但是糟糕，这个是 SP 阿塔还是普通的阿塔？哦，这个功课没有做好齁，那我们就这样上吧。好，看看齁，我怕我上错了齁。1.2B 齁 ,1.2B 好不好啊，好好，我们先把它打完吧。好，
哦，不玩了哈，我刚这样子哈，第一次是最高的哦，结果哦，这个重来那么多次之后呢，哈，一次都没有进步，好 1.2 B， 好这样子，好，不管它是 SP 阿塔还是普通阿塔，那我也没得选择了，我们就这样打吧，猫头鹰先把它打空哦，好 1.2 B 还算不错吧，一个人平均有 0.6 哦，然后这样子哦，把它打完23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跳过。好，这一队打完了。好，再来是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巴登啊，我的巴登，巴登配上巴登配上科怪哈，然后配蜥蜴，可是我的蜥蜴打空了，那我们就这样上吧。好，巴登配科怪啊，这样子，1.1 B 哈，1.1 B 啊，再来还有阿塔加菲泰拉，还有巴登这个这个什么生化人齁，再加上菲泰拉啊，其他人就应该是单打了吧，对不对齁，单打的角色齁，这样子齁，巴登的话应该算是单打角色吧。诶，为什么我这边主教还有女仆啊，哇齁，哪呢，好，那就这个样子吧齁，好，随便打一下，我们把它打空哦。哦 ,1.9, 哦 ,1.9。好，洗一下蜜咧。好，这样子齁，那我现在只剩下巴登跟狮子了齁，巴登跟狮子。那这两只的话呢，应该就是单打角色了吧，对不对齁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揍咯齁，我现在就是也没什么好选择了。看一下齁，单一只巴登的话呢 ,5.9, 齁。E 而已齁。看一下一只的话差不多啦。好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如果是狮子咧，狮子的话我记得也是五六亿咧。好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攻击小兵都不用清了齁。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齁，如果是狮子的话。这怎么回事，好，狮子的话是四亿齁。好，单打角色。哦，这可能现在大家都在拼命的输出吧。好，四亿。好啦。那我们就齁，把它全部都打完，看看我这一次的这个分数是多少。那目前我已经打完了这个目前的圣物呢，点法是这样子，战士点满，然后呢坦克点左边三个，那游侠跟这个法师都是达到亲王的最低标四级，那圣物呢该卖的也都卖了齁，这样子就是凑够齁，凑够最后坦克能够点什么就点什么。好，然后呢再来是辅助点满。那最后面呢来看一下我的这一个造成的这个总伤害哦。好，目前的话是在这个地方第九名 ,OK, 齁，天武招生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齁，目前我是在这个地方齁，所以说这一次我的成绩就是870B 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已经尽力了齁，中间可能有一些混乱。好，那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其实现在的这个团队真的是蛮轻松的。齁，前面就是跟着部队前进。齁，那现在呢其实五级城啊，海上也是一大堆。然后打完之后呢其实王也不是我们打，都是这个高战组的人去努力。那我们就跟着走铺路。那最后面呢升到公爵之后呢就休息养老，然后最后一天再按照队伍这样子把这个体力打光光哦。好啦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